账目我已经全部核对完了。那钱呢？带来了吗？我现在没钱。玩呢？赖账还要你这么明目张胆啊？我爸之前私底下借出去过一些钱，如果你能帮我要回来，不管多少，我都可以先偿还你的那些朋友。 我看起来很像傻子吗？你欠我朋友钱，还要我给你打工？这是你讨回腾越欠款的唯一办法。威胁我？说谈判更合适些。 你是觉得我拿你没有其他办法了，是吗？反正我就告诉你，这是最好的办法，你自己想想吧。 哎，说话算数吗？您说呢？那咱说好了，要回来的钱，先把我朋友那边还上。一言为定。